哦，我的老天哪！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被巫婆小猪变成了一个蛋糕。 小猪佩奇发现蛋糕之后非常的好吃，刚要将蛋糕吞下，突然发现了猪爸爸的求救声，于是他用魔法棒将猪爸爸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解谜画吧。 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深红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青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